主料：青菜500克，鸡蛋2个，黑木耳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生抽、蚝油、芝麻油。料酒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食材：锅内烧水，水开，放入青菜焯一下，捞出备用。鸡蛋打散，加盐、料酒，热油锅炒鸡蛋，把鸡蛋用锅铲铲细，青菜切末，黑木耳切末，倒入鸡蛋的锅中，加生抽、蚝油、盐，炒匀，盛出。烹饪技巧：黑木耳要预先浸泡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